大家好，这张卡片呢是中信银行跟返利网一起推出的联名卡系列啊。这个卡片是金卡，那么当初的话，这张卡片呢是免年费的。现在的话，这个卡片呢是不能申请的啊。当初这张卡片呢其实是一个神卡，那么为什么说神卡呢？本身的话，这张卡片的话，它是如果说你在线下消费的话，是可以返现1%的，这个返现是非常高的，而且是在国内消费，这个是银联卡。那么你无论在线下吃饭店饭啊，还是加油啊，都是返利1%啊。这个卡确实很牛逼啊，真的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你通过刷卡吧，如果说刷卡不是会产生手续费嘛，商家那边可能会扣点手续费，但是呢，这手续费呢不会超过0.6%啊。那么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返利网是贴钱在做这个活动的。那么银行这边的话，其实如果说你刷卡之后呢，他呢其实收到这个钱呢也不会超过0.4%啊，所以说这个钱呢估计是返利网也是会推广自己吧，跟中信银行合作啊。那么现在这卡片虽然说不能申请，但是这种思维还是可以存在的啊，未来可能也会有这种卡片，比如说某某网吧啊，我就不说哪个名字了，但是那个网站估计也会是搞这个活动啊。可能会有是新户几个月的条件，那么后面的话可能不产生返利。这个返利网呢，这个返利网这个联名卡的话，当初是做了很久很久这个活动，一直有1%的返利。不过这返利呢是有上限的，好像是几百块钱吧啊。那每个月几百块钱的返利也不错啊，其实。所以说这个卡片呢，其实当初也是个神卡来的。